见金的解，愧色不解，自古有数，望本源国，报大成国，傲笑法国，直笑祖国。大家人用心听话啦，过去已经有听了话啦，可能真紧都袂记哩咯。话入咱的耳啊，也将咱的记忆留掉去。听话，只是听听的念念。无有入心，法无有用在日常生活中。这就是咱众生啊，也被病，咱的心的毛病都是伫遮啦。有啊，有听啦，只是呢。袂记哩啊，安尼尔定，就是安尼尔定，放过了咱的光阴么？时间，就是安尼分秒放过啊。咱已经有知影，咱应该爱精进。咱知影，法爱用在人间哩。哎呀，这个我拢知啦。只是呢，只是，安尼袂记哩啊啦。只是失去呢，啊，较无爱甲人斗阵啦。我都干那安尼尔定。就是干那安尼念念，所以法无用着啊，人群缘无结着。尽管咱拢有伫咧听，但是无用都是空的啦。所以爱真惭愧惭悔。佛陀的五弟子啦，因心存惭愧，也忏悔世间光阴空过，所以因现在知咯，也开始呢，佛陀为因受记了后。家己真庆幸啦，表达了因的心声，因也讲庆金不改呀，愧色不改啊，真庆幸好加载哦，佛陀所讲的话，加载这当阵，我已经了解。也唔过呢，就是惭愧过去浪费遐多时间，佛陀的用心嘛，烦呢总是无法度呢，安尼彻底了解佛陀的心意，这就是愧色不改。自古有数，伫安尼轮回光阴，无法度体会佛陀的心意，法未当真了解。人群中呢有隔离，无法度伫生活中体会这。有四种的过失，什么款的过失啊？
忘本源故，袂记哩啊啦！定点结以自用，累生累世啊，依佛同世，依诸菩萨同世，诸佛菩萨啦，多谢八恶因缘。教诲，但是生生世世呢，家己的无明福背着，法有听入去，确实呢无法度完全体解。有时阵有听入去，感动也发愿呐，但是。发愿呢，真紧阁袂记哩去，所以忘本愿故，累生累世都有伫咧感动啊，累生累劫，不管啥物时间，也嘛有伫咧发愿呐，这，但是拢会去互袂记哩去啦。啊，就是呢，有想到感动发愿，不过也有丢毒，那就是报大性法，真惊，惊我这个愿呐，那实行呐，入灵群中去啦，啊我。要去度人，本欲度众生啊，反被众生度，家己真惊，所以这个大乘法滴滴啦，唔敢安尼走入灵群，唔敢接收来利用在群众中，这就是。报大成果，报为惊啦，惊接受，惊入灵群，只是傲消法果，这干那一地呢，丢毒啊，败坏，在这个消法的内底里。感觉讲苦啊，人生啊，这个心愿就是唔通过来啊啦，透彻了解四体法的道理，真认真接受四体法，真了解呢十二因缘法。啊，这一无小心，那就是攀缘，一攀了缘呐，那就和众生扭过去呀，对家己无信心呐、啊，所以还是呢，修住消化，啊呢，熬消化。就是干那伫消化的内底咯，啊，伫消逐个，得到消化啦，消性化，家己都已经呢真满足啊，啊，因为有这四项啦，就是我的过失，阮大家人。拢有这种的通病啦，有这四项的通病，未记哩了过去，听法发心入观啦，对大乘法呢，阮唔敢接受啦，只是干那修的小乘的内底，哈得到小乘，对。已经真满足，
敢若求得，卖过来生伫六道轮回，敢若要求安尼尔定，这耽误了因几十年啦，就是一世人佛陀在世啦，跟随佛陀入净土啦，直接听佛的教育，数十年间啦，一直呢都是无进步，光阴虚度啊，就是安尼，真忏悔吼，真呢。就是大家人爱真用心嘛，昔日已过，明亦随减嘛。得人心无容易，闻佛法真困难。今得人心又何听佛法？是偌呢真无容易。好把握啦！一时人心万劫难再哦。但是，咱的本性是永远存在啊。过去讲过了，几种的动物，因拢有灵性的咧。真侪动物呢？最接近人的啦，就是鸟啊、狗啊，哦，因昨个和我一只啦，变成一只狗的故事，变成啦，咱情书长啊，开始透早同步训话。已经呢三年外了，啊，这中间呐，啊，有一位杨树华阿爷，社区护工呐，常常出现着一只狗，一只流浪狗啊，啊，来到伊的门口哩，那爱动物啊。慈悲心看到这只流浪狗呢，无主的狗啊，伊呢就逐天予伊吃，虽然呐、啊、并无收养伊，不过呢，伊逐天会来，啊伊呐看到就赶紧摕饭予伊吃。有一天发现到啦，伊呢透早。骑车，伊要去静思堂训话，要去听法的时啦。这只狗啊，竟然呢，对着伊的车，这卡达车的后面啊，直直走啊，安尼呢，对去到静思堂里，伊会乖乖。在那个所在，好亲像在跟人听话啦。每早起，有时阵啊较晚，你开门啦，狗已经在伊的门口等候了。哎，开始呢，骑车一路对啊。有一天，素华感觉讲，惊这只狗啊，安尼对。啊，会危险无？不如呢，开车，你载这只狗，安尼呢，同齐去静思堂。啊，其实静思堂呢，离因家并无远啊，只一两公里，一距离只一公里外尔定。啊，唔过想讲，迄只狗安尼对。是不是会危险嘛？所以伊就开车，要连狗都甲载去。
车开来到狗的头前，爱这只狗上车，狗唔肯上车，啊，伊只好家己就车牵出来，伊就开车咯。这只狗对着这只车，安尼呢，狗真舒坦。哎，逐天都是安尼，逐天都唔肯上车，逐天都是安尼对车。伫个静思堂，其他的师兄嘛看到这只狗啊，到底是来何法呢？或者是来听法？所以有一天，另外一个师姐就甲素华讲：“你是不是？你车开到静思堂，啊你呢？”绕一圈，你卖停落来，你把这架车呢，在迄个静思堂安尼去绕，去绕两三圈，看看这只狗是啥物动静。果然，这只狗从门口直直对对来到静思堂啦，就是得要入去啊。阿奶，一台车啦，搁在。无停落来，还是呢？安尼阁开走，开对别位去啊！这只狗莫名其妙，还是伫静思堂。阁看到这只车阁绕转来啊！伊想讲车会停落来，但是车阁无停落来，伊阁伫遐徛咧等。虽然阁甲叫啊，乖啊，但是呢，伊都是无要阁对伊。还是车阁开走啦，那伊就无爱插这台车啦，伊呢就行入静思堂去啦，乖乖伫迄个所在听话啦，真呢是因伫冰城啦寄转来的一只狗的信息，当然这只狗啊从安尼开始，逐天。就是安尼对着车来听话啦，啊，其实呢，路都无长呢，才一公里外尔定，那这走路嘛十几分钟啊，狗伫咧走呢，佫较紧，难怪这只狗就是无要上车，伊就是安尼呢，表达伊的心意哦。逐天逐天啊，准时听话。想看，虽然这只狗啦，已经呢是狗的身躯，过去生啊，无听到是人啊有听话，但是呢，伊犯戒啦，所以不由自己啊。对路脱生道，但是呢，佛性、本性、真如还是不是咯？这个本性永恒啊，不是他这回会当当着爱心人，逐天予伊吃饭，原来呢？好，这位给伊食饭的主人，就是行善的菩萨，逐天伫咧熏法、听法的人，所以伊就安尼，逐天准时。素华伊就安尼讲，伊讲吼，开门都看到狗伫遐，伊即马加足精进，唔敢太慢吼。狗会当准时来伊个门口啦，伊那会当太慢呢，无到静思堂呢，这是人狗的故事啦，这是静静人甲一只狗啊，安尼互动啦，当然啦，人性嘛是安尼啊，咱看到。一节，那一位呢，
风顺化咱的台南的自行队，以过去嘛是家庭的环境啦，老爸就是娶两个某啊，啊，伊是第二太太的囝，也嘛是呢，老爸呢六个囝的上细汉的囝，啊，老爸生理无闲啊，老母那是有受委屈，就是骂囝都笑啊，所以呢就会造成了伊的心理吼，那一定呢甲外面诶不良少年啊斗阵呐，当然呐、啊、就会学歹去吼，一直到做兵回来，好去开。什么大家乐六合彩等等呢、啊？那当时呢，也是甲帮派安尼混在一起，所以一世人啊，都和老父亲担心，一直到甲九二一的时，伊呢开始在迄个保全的团体中啊。九二一的中部，这发生了九二一，伊看到自制人啊，伊无啥爱相信，因为伊真排斥呢这个宗教吼，啊，才会伫咧做祖先，啊是有影啊无影，心呢会起怀疑呀、啊。一段时间，佫听到有大爱。他就开大爱啦，开始看大爱的剧场，啊！伫大爱的剧场内底，看到谢昆山、谢昆山的故事啦。哦，一个战将的人，脚手啦，都溃欠去啊，一蕊目睭。也已经呢失明啦，伊有法度呢画遮水的图，遮尼成功的人生，阁会当呢到国外啦，去甲自制人分享啊，或者个故事呢，伊看，伊真佩服。开始感觉家己也爱改啦，尤其是老母亡生了后，一直感觉伊的人生有错误，唔对啦，所以呢，伊决心想要改，慢慢啦，有想要改，不过本性呢也是难移呀，一直到伊有一张病，那就是肾脏。引起了高血压，啊，是中风啦！啊，中风了后呢，搁一个后遗症啦，目睭呢，迄个眼视野破损，所以呢，伊个目睭敢那会当看得嘞，迄个范围啦，无法度呢看到旁边个。哦，深深予伊体悟到，所以如是地，安尼人生的变化，心态的转动啦，安尼，佮阿姊呢，就看到伊，一直慢慢佮组织人伫咧接触，组织人呢，带伊去环保，组织人呢，开始牵伊去。各种的活动啊，啊，伊真有兴趣，就是翕相。所以伊每一项活动，他就派着照相机，所以无形中呢，变成了真善美兼环保志工，社区啦，诶，学校啦，伊就去做。祖贤爸爸，大爱爸爸啦，他呢，就是活动，各项拢参加，学校的囡仔
去帮忙辅导囡仔，去甲囡仔讲正事语。但是呢，有一天啊，好这一年的学生，一句话刺激到啊，这个囡仔就讲：我都看到你都不顺眼啦，看到你都袂爽啦，安尼甲讲吼。好伊刺激足大，伊讲迄若过去吼，迄囡仔差不多互伊抓起来杀啊。但是呢，伊正思伊已经入心，伊咧伫咧教正思伊啊。所以人若看咱无顺眼呐，都是咱的修养无够。伊呢开始家己的内心发愿，我有一天要互你看到，就是顺眼。所以不是发脾气哦，是发愿。他开始呢，真注意入去这个学校呢，就是很礼貌的，真温柔啦。那安尼呢，一直一直接近囡仔，真淑女啦。安尼呢，真认真教。现在，迄、那个囡仔已经三年了。看到伊呢，远远都会向伊行个礼，都喊叫着爸爸你早，爸爸你好。伊讲哇，哪会差遮多啊？同款一个人，过去嘅脾气，互人看到，连细汉囡仔呢，都讲看到你就是不顺眼。现在竟然呢，看到就是问安问好，佮叫老爸，伊呢，这囡仔拢总亲像伊的囝共款呐。讲话呢，过去嘅大细声，用话用叫的，现在呢是温柔轻声去接近因去。拥抱因，去帮助因，亲像安尼，人看人爱人顺眼呐，这呢，这是爱立灵魂呐，立灵魂自然呐，一善缘呐，这呢，都是拢总爱修行来累积，教不是本性，人。就要发大心，入大愿，入灵魂啊，这咱嘛会当结善缘啊。所以佛陀的五笔弟子啦，就是要表达阿弥的心声。过去累生累世呢，未记得了家己发的本愿啊。或者是呢，为故大圣法，干那修的小行，干那顾家己，独善其身，这过去拢唔对的，发现在啦，悟佛自世，佛陀自世啊，我会当跟随佛陀出家，在僧团中，佛陀亲身。开始，我们大家人这当阵真庆幸，还来得及啊！佛陀感应大法，我们拢总会当心开意解啦，庆幸庆金得解呀、啊！只是惭愧呢，过去无了解到。佛的用心吼，那所以耽搁遮久的时间呐，那就是因为这四种的过失，互阮耽搁遮长久的时间，真呢是五笔弟子表达出来的心意吼，啊，其实呢想想迄只狗。伊的本性犹在，看看咱现在的自性对，
过去的习气，敢若一念心啦，改变起来，身体力行，人生转变，就是无同啦。凡夫嘛会变菩萨啦，所以咱是不是爱应该及时把握时间哦？来，咱来看前面的文啦，以方便故是涅槃相，以你为实地灭道。世尊啊，我今乃至实是菩萨啊，这是佛陀啊表达出了呢，因为众生根基啊无清澈啦，所以用方便法表达出了呢不生不灭啦，这个道理。那大家人一旦断掉了烦恼啊，去除了这个众生的恶缘、烦恼缘呐，啊，就袂讲六道轮回，安尼就是叫做涅槃。真的，就是从四体法迄个苦集灭道的道理呢。甲大家人安尼讲，这呢是方便法啦。啊，大家人听入去了后呢，就修安尼的行，以为讲吼，安尼修，安尼就是灭道啊。哈，这是过去世尊呐、啊，佛以开的方便法啦，这是五表必求吼。在咧叙述佛陀过去的教法，世尊啊，我今乃至实是菩萨啊！我即卖才知影，阮现在嘛会当发心成为菩萨啦。这就是五表比丘呢所表达的啊，只爱发心。一切为心啦，可成为罗汉，也可成为菩萨。所以专一个念啦，自然修菩萨法啦，就得修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。这是落来这段文。因为我开始发菩萨心啦，因为安尼佛陀了解我已经发大心啦，佛陀呢教我受记啊啦，受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，那就是无上正定正。一是因缘，心带欢喜，得为情友。一段经文安尼讲吼，佛陀记教阮受记啊啦。这个因缘呢，哈、啊，阮大家人足欢喜个啊。过去毋捌遮欢喜过吼，是因为呢，佛陀已经教阮受记啊啦，受。无上正定正觉，将来成佛是应心啊！未来我嘛会当因缘圆满，来生人间修行，同款呢，甲佛同款哦。安尼过程啊，就会当修行，啊，就会当觉悟成佛啊！真呢。是佛陀为阮受记，未来的应心。
这未来的用心呐、啊，就是爱经过真长久的时间，生生世世，用人间的因缘来人间，一直到因缘成熟啦，因缘圆满再来人间的用心，所以为始终初住吼，住开始啦。其实咱大家人嘛用心啊，我嘛是用心啊，用这个因缘啊，用这个时机啊，还用这个地方啊，用甲我的爸母的缘啊，所以呢，用这个因缘，我来生人间啊，我来生人间呢，啊，你嘛用恁的因缘啊，来生人间啊，你我阁有因缘呢。那用这个因缘呢，咱嘛是共住一处。不过，咱的用心呐、啊，咱还阁是凡夫心。咱过去一直到现在，拢还阁是过程哦。咱接触到佛法的过程，的用心呐、啊，咱啊好好用心呐、啊，听法。修法、说法、传法，不断啊，安尼循环，从初住，从至妙觉结果，总有一天，咱嘛会当来生来世吼，那、哦、无量寿生世啦，咱一定呢继续修行落去，咱嘛有一天啊，会当得到。妙觉结果啊，所以功德法起啦，安尼才会当圆满再来人间吼。那随机应现迄当阵呢，那就是真正哩明显一好因缘呐，发心修行自然呐、啊，就是随机应现吼。成佛啦啦，就说种种法来度诸众生，真呢叫做应心啊，应心呐、啊，是生生世世应生人间的因缘，咱要好好呢把握咱的人心呐、啊，咱要好好呢。接受佛法的教育，法啊，爱入心，不只是法入心啊，咱爱发心入灵魂呐，将佛法啊，那普度众生，结好因缘。所以讲，依是因缘，心带欢喜，得离情友。就是阿弥的因缘，我们大家人真欢喜，因为呢，已经啊，声闻佛陀教阮受记啦，阮将来会当作佛的因缘，从现在开始，阮会当下定决心吼，在心中呢，这个决心一定啦，自然啦，就是心带欢喜啦，哈。李景佑就是安尼，阮即当阵知影，阮真是菩萨，只要发心，咱就会当成菩萨啦。
做菩萨真简单，常常甲大家人讲，举手动足啦，开口动善呢，为众生好，劝人善啊，为因付出力量，无不都是菩萨的行为啊。所以咱爱知影，过去不自知过，勤苦有乐，咱就是过去呢，未记哩去啊啦。咱就是安尼未记哩，所以呢，咱一直呢就反复地安尼伫咧转啦。但是佛陀开始啦，从小狗一直牵引呢，到这个时阵时机成熟啦，所以开权显实啦，开始佛陀讲《法华经》，看到舍利弗，看到四大弟子，看到富留那弥陀罗尼子，佮听这么多的话，不管是用譬如的，用真实的话，直接、间接、譬如等等啦，了解啦。现在呢，安尼了解了然啦，完全的清楚啦，以真为佛祖，原来呢，阮这是真正佛法将求生，所以阮大家人将佛陀所说的法，佛说法是将求出啦，啊，阮将佛陀求出的法呢，入心嘛，发心呐，慧命成长呐，所以呢，咱终于真是佛祖啦。所以因以得受佛记，故欢喜无量。哈，安尼得到佛教阮受记，阮大家人真欢喜咯。接来这段文再讲吼，逆时阿若教定如啊，定欲重选出于二说其言，我定闻无俗，安稳受记心，欢喜未曾有，礼无量地佛。教定如定讲了这段音，表达惭愧、忏悔、参加感恩、欢喜的心情。讲完啦，因为真重要，要希望大家人爱搁较会记哩，所以重选出义吼，二说其言。即卖现在要搁再重选吼，这个义。这是我欲教定之五百阿罗汉呐，因呢安尼为真心中呢，再搁再用基文再重说吼，证明的意思。那接来讲，五顶文无上，安稳受记心。阮大家人呐，就是安尼听着佛陀来安稳阮的心呐，静观呢，阮爱搁再长时间、真久累成世啦，爱搁再经过遮久的时间。不过现在呢，佛陀啊，
已经先甲阮安心嘛啦，阮相信佛，阮将来呢，真正会当成佛，是因为佛陀安稳受记，甲阮受记的声音一开口啦，阮大家人呢，拢真欢喜吼，因为真欢喜，自庆金德。真欢喜，阮现在已经得到佛陀的授记，五顶得闻无上菩提，现在阁会当听到大乘法啦，无上菩提大德道啦，所以呢，令心安稳，互阮大家人心真安稳，真欢喜吼，这呢是佛陀授记。的声音出去啦，所以呢，阮的心呢真安稳啦。这是佛陀互阮欢喜，互阮安稳，阮会当真相信未来的幸福吼。所以无上安稳，这是释迦牟尼佛安尼甲阮讲，阮的幸福安尼，所以欢喜吼。欢喜呢，是未曾有啦，咧无量智佛。过去懵懂空过时日，现在呢，我既然发心嘛啦，现在真安稳的心，真欢喜，再也无怀疑啦。决定呢，要入灵群中度众生，所以这个欢喜心啦，我用最虔诚的心来无量智佛。释迦牟尼佛啊，智慧无量啊，称为无量智佛，这就是众心欢喜，得所未有啦。用这种的欢喜心、虔诚的心啊，安尼呢来顶礼佛像，这就是表示呢。最恭敬礼啊，将因的头下一印呢来叩佛的两足吼，是顶礼佛足吼，是无量智慧万德世尊，这是表达呢对佛陀至高无上的敬礼，请佛陀呢。无量智慧啦，万德庄严的世尊吼，那世间人人所尊重啊，具足智慧，所以各位菩萨，咱既然发心啦，自信心，咱嘛会当成菩萨啦。咱爱真修好咱的本性。咱的本性呢，绝对是永恒的，无始以来，不增不减的现在。咱爱修好，不只是修好，咱爱搁再进步文化，还发大心嘛，转一个念呢，咱就会当发大心成菩萨啦。这就要看咱大家人是不是有心要修行无？是不是呢？愿意呢？从凡夫入菩提道，入正佛的觉悟，是不是咱有愿意？也那是愿意啦。有这个愿心，咱必定爱时时多用心嘛。